帮同修解一个问题哦。他是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工作，连他住的那房子是不可以念经的。如果他念经就是他在外面念经，然后小房子他可以去他家附近的庙烧这小房子吗？嗯，他家里如果有灵性的话他就得念，他不念的话更倒霉。不是他是就是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工作。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迁坟的那个地方那个人。迁坟哦 ,OK, 明白。但如果他在外面念经，我们小房子他去庙里烧的话可以吗？不要，就在家里烧。但是他房东不允许他们在家里念经和烧小房子。啊，那就到庙里去烧，没办法。嗯。就可以到庙里去烧。那没办法了嘛，对。哦，像什么跟菩萨开示呢？跟菩萨开始，跟菩萨讲。怎么跟菩萨讲呢？就请大慈大悲观音菩萨保佑呀，该怎么讲就怎么讲。哦，这样啊。嗯。